望而喝。Roy Hollis， 你看灰头土脸的，他不过就是一台车而已。好，我们准备出发吧。姐骑车真是流畅。那个 K 到脚底，你直走走台九啊？好，我们会走台九甲。哦，直走到南澳南路。好，到了。我们准备出发吧，前往海石洞的路呢，按照 Google 的地图显示走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最简易的路线就是从 7-11 往北走，遇到第一个红绿灯，南澳路右转，右转后直行约400公尺，就是这里，但我忘了转。下一个路口再转也行，走到这个 T 字路口右转，然后这里再转回刚刚的南澳南路，接下来直直冲下去就对了。这一路上的红白高压电塔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，顺着走就好。在跨过南澳溪后遇到的 T 字路口就是海岸路，这时候左转往大海的方向去，一直走到底就到达沙滩路口咯。黄大哥的，哎，你好。哦，我的移动比较慢，所以我要先走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样多少，反正断线一通啊。故意摆的吗？对啊。你看他们都已经走了，出发。有啦，差很多哎。海石洞，我们来了。这边呢，沙今天的状况，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啊，今天的路况还蛮扎实的，扎实算扎实。啊，等一下喇叭。按喇叭害我紧张，害我想说怎么了。我也没来过啊。哇，觉得有点硬。你刚刚按个喇叭，害我想说怎么了，一回头整个人就摔车。掉了。我的掉了。来来，换后面。结果一打，我所有东西都飞出去了。没有，我那时候看我哔哔的时候，我回头看在哪里，然后。我也不晓得你有停，啊，我去捡的时候，我就停车要去捡，然后怎么倒车？对啊。
两只脚都放正嘛，平衡感比较好啊。哎呦，浪来了，赶快躲。我总觉得这边比较安全吧。我也是啊，原来要看一个海石洞这么辛苦啊。应该，哎，这是还有六七十趴，哦，很帅啊！可这边石头感觉变硬了，被土感觉变硬了。没有，走、啊。被拍到了。还在前面。瀑布王还要到前面。刚刚那路人说还有超过50%，哎、欸，这样会挖掉啊，这样会挖掉。我抬，你不要抬，你不要抬。哇、哦，站！哎、欸，站在你车子旁边，快！你要站在你车子旁边啊，把它埋进去了。哈哈哈哈拍一下，替我揍一下就好。大哥，来，抱。哦，好好好。不动啊。好。我也要。难得。哎，观光景点呢？观光景点。喂。对啊。我帮你接，不要动，先低一点。好，对，好，停。你会觉得差很多，因为出去再打回来就好了。后面有觉得有差。好，你感受看看。他慢慢吧，车子太重了，没有。我叫他再把胎压再卸掉了，反正他还有内胎，没关系。
有人掉叉了，救援小队要出动了，再去救援。你是？好帅啊！这一定要照一张相。我那时候在那个竹围渔港的时候，对啊，在前面，我在竹围渔港的时候也是这样啊。来，不是啊，要抬啊，这骑不上去了。当然了。你往前推，我抬啊！没有，继续，你抢，这样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好，一二三，来来，来，一二三，再来，再来，好。来，你骑我的。401怎么会被骑成那样子呢？真的是。什么四零？对，黑黑。明明就很好骑，你知道吗？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。这个重量应该还好啊。这重量还没有，而且加上它轮胎宽，其实反而比较稳。对，我觉得比较稳，因为轮胎够宽。对，够宽，直接放轮胎就像。嗯。然后很辛苦。我讲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很怕倒车的。那个手臂要变强壮了啦！其实401比较好骑，轮胎宽。我骑自己要动，这边有，你来，我走啊。我被套了。啊！不要喝了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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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应该就没有动了吧。这边真的没有路了，那我决定来这边照个相。好了。
哇，小车还真是方便，自己就抬起来了，自己吊车自己救。好，现在开始回程，浪好，好多，我浪大。下一个要走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南澳呢神秘海石洞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全部走完了啦，应该没有办法再过去了，因为在过去刚看到的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石头，应该没有洞了，而且如果有洞的话我也不想再去看了，不然车子如果倒在海水里，那就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ending， 车子也不用领，就让它放着吧，拆大牌回家。车达成了任务，所有人都到了海石洞那里。这个是俏皮的蝌蚪。翔哥完成任务有什么感想？超累，但是很爽。我觉得我肌肉都二头肌肉出现了。你有什么感想？不要再找我。刚跟我们一起完成的任务有什么感想？还不错是？还不错，很爽吗？哎、欸，你在这边最游刃有余的感觉？没有啦，超火咬啊！我自己呢觉得很爽，下次再来。好了，你手套有没有在？有啊，你的手套在这啊，在这边了，在这边。这就是瀑布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一集的节目，喜欢我们这一群疯子这样一起出来玩，那点个赞吧，还有记得关注我哦。我好辛苦哦。各位下次见咯，拜拜。下次再来，因为有一台 CRF 说他也要来，所以必须再来。是不是这样讲？还有
好。Oh no！